Hello，你们好呀，我是六六。我刚从冰箱里拿了一个冰糕，这是家里唯一的。哦，看一下是这个颜色的哦。我已经差不多有大半年没有吃过冰糕了，啊，凉，好凉，哦，太冰凉了这个，我慢慢吃。哎，嗯，夹就夹到上面，它不是有个红线？你是不是一会儿就走呀？这个冰糕呢是山楂口味的，所以还有点酸酸的，然后它又很冰，然后吃起来就是哦，又冰又酸，然后整个感觉要灵魂出窍的感觉。在吃冰的感觉。你不就是在吃雪糕吗？是山楂味冰的到讲话不雪利糕，索。太凉了，一会儿再吃。